者肖雨涵台北报道。BL 系列网剧 Mystery 二新举办粉丝见面会，江常辉、张行、鲁彦泽等人出席。为了首次见面会，几位主要演员也特别苦练才艺，让观众看到他们有别于演戏的另一面。大家也因为吸粉丝人数飙，江常辉更因此有了自己的维基百科专业。他开心地说，让我觉得蛮惊喜，蛮开心，又被肯定的感觉。江常辉在《是非中精湛》的演技，让大叔控成了不少粉丝的最爱，粉丝数倍增万。让他最兴奋的是他终于有了自己的。江常辉说，我现在在社群媒体发的文，大家的回响变得比以前多很多。而范晓萱则说，很开心大家喜欢越界和对我的喜爱，从这部戏开播以来，我的粉丝数几乎每天都增加一 K， 真的很开心。几位小鲜肉们也因剧场被粉丝爱的告白，是白宇常被男粉丝求爱，也有粉丝直接把他当成男朋友，称呼他小哥哥。范少去遇到一位香港粉丝吧，我分析他最近 PO 文的鼓动率、按赞数，还有粉丝成长曲线，甚至帮我设定下一个目标，协助 History 二高人气 CHOCOTV 宣布确定将会开拍 History 三，并将推出 H 卡，希望号召更多喜欢 HISTORY 系列的粉丝可以一起行动支持这个系列，催生第三期的作品，包括 History 三期 H 卡，目前都已经进入规划筹备期。 History 二粉丝见面会，张行、左江常辉、右记者赵世勋社。 History 二粉丝见面会是白宇、卓启、杨梦麟、范晓萱、卢彦泽、张行、江常辉，记者赵世勋社。 History 二粉丝见面会，张行、左江常辉、右记者赵世勋社。